到补课怎么办？韩国新恋综，让兄妹假装陌生人参加恋综。第一天入住小屋，男二正谢初登场，与女一事成的相识一笑，就让嘉宾室当场抓包了。而女一是成与男一在哼的初见氛围，能让嘉宾是非常磕。怎么这个是磕？一个糖尿，糖尿一个，啊，一个啦，磕啦，这个。哦。民族王炸是没有。然而实际上他们是打闹不断的亲兄妹，而隐瞒性是以血缘关系的。四对兄妹见面后，节目组就让女生们投出自己哥哥会一见钟情的人，结果女一世成则是高票当选。외적으로봤을때예쁘게성격도되게좋으신거나예쁘시니까 선생님한테가장끌리지않았을까라고생각했습니다但更刺激的是，小屋的第一次约会要求女生主动申请和好感的男生约会，而且还得自己推测他人关系，将纸条递给好感男生的乙四妹妹。而人气王女一是诚心动的是男二正谢，结果三个女生的约会申请都不约而同给了女三妹妹，所以就真的能选对人吗？下期抓马的来了。